如果从冈山进入梓官区，梓信社区的位置大概呢就在两个行政区的交界。梓信社区呢，志工在得到地主的同意之后，把原本会被乱丢垃圾的私有地改造成为一块休闲绿地，也改变了社区门面。一条公馆路串起梓官及冈山两个区，梓信社区动员志工从门面开始，要给人不一样的印象。进到梓官区啊。进入梓官区还是要到冈山去，这我们这边的很醒目的点。分三期打理起来的社区绿地已经小有规模，营造理想中的小公园，从种下花苗的这一刻开始。这种提升我们梓官区的宿主文化。第二点，消除脏乱，给梓官区让所有出入的民众有一个好观感。不怎么起眼的角落变成亮丽的入口门面。在这個，就是要美化这环境哦，好啊，会当好水起来，好看，啊，搁这花园啊，足水足好。希望讲社区哦，较发展，较水。啊，讲阮这鱼缸大作合作，哦，这就可以再走尾带动这主城社区，哦，诶，欢迎就对了吼。梓信两个大字高挂，环境焕然一新。拢阮做诶，吓，拢是阮做诶，阮的鱼缸啊，甲阮遮迄落理事长含。你顶个领导之下吼，啊，大家拢真拍拼呢，吼。你有感觉做辛苦？没啊没啊，人个拢无怨叹嘞，做了拢足欢喜。哎，志工们的荣誉感油然而生。港东新闻欧元朱雨虹采访报道。